咁頭先咧，由呢一度行翻出嚟，成個人鬆曬。點解輕鬆曬咧？係廁所嚟嘅。咁啊，大家嚟呢個商場要留意一樣嘢，盡量9點後嚟。9點前咧，啲廁所鎖咗嘅。如果你真係好急嘅時候咧，真係唔知點算。我試過又要開車走翻去揾個廁所，揾完又再翻嚟，咁啊無謂啊。所以確認咗咧，如果你係八點零啦嚟呢度咧，你就知道唔需要去廁所啊，你先到呢度行。如果唔係突然間想去廁所咧，你啊真係大鑊，因為佢8點鐘咧就開到門。俾人入嚟呢度，終於行下神運啊，喐下啊，或者約咗人喺度吹下水啊咁樣，你咪各適其適啦。但係你要揾廁所咧就冇嘅，所以最穩陣就係去清咗廁所先到嚟。咁我啱啱就係9點01分嚟到，咁咧喺麥當勞嗰邊嘅廁所咧，個警衛都未開得切。咁我就行咗嚟另外嘅一段，咁啊廁所就開咗，咁啊梗係用我嘅廁所啦。情形就咁樣，咁大家要注意呢樣嘢。呢個場幾好行嘅，行一圈就5分鐘，咁你行4個圈咧，咁啊行20分鐘。咁一日行20分鐘，其實都相當健康嘅。每日打去4圈咧，有兩個 secure 喺度啊。萬好冰室，打算入去 TNT 啦，行一行。去 TNT 行一行之前咧，睇埋 TNT 嘅 kitchen， 為大家報道一下。喂，呢個東方宮啦。吃面嘅喎，又睇下咩着數先。50% off， 咦？好似幾好喎，18蚊一個套餐，奉送飲品。呢度咧，睇埋啊，蘭州牛肉麵14，紅燒牛肉麵16。羊排麵17，咁啊，淨係影睇呢3個夠啦。下面呢啲你自己睇下。港式凍茶咧就4蚊，熱茶唔知幾多錢啦。咁呢間叫做東方宮。送大啲俾大家啦。呢度個直頭攞個 Samsung 電視啦，打橫咁樣裝喺度啊，方便啦，快靚正。好啦，睇埋呢度，又係啲電腦電視啊。
咁镶个电视上去就系变咗一个餐牌，随时改个 program 就得，同埋走嚟走去好吸引人啊！白米、紫米或者双色嘅饭团，4.99。咁就有啲糯米啊、圆米啊，加啲油炸鬼啊、肉松啊咁样，同埋啲咩嗰啲唔知咩菜咁样，梅菜啊，唔系梅菜，冬菜咁上一样，其实相当核突噶，相当唔卫生的。因为嗰啲咁嘅叶菜咧、冬菜嗰类啦，最近有人做过个化验分析，总之系中国制造嘅，就有100%人嘅皮屑喺度，即系嗰个师傅搵只手去搞下佢啊，或者剥佢对鞋啊，入去踩下佢啊，或者好似影片度大家见到咧，有条肥佬着住条游水裤喺嗰一个泳池嗰入边嘅，即系一个池啊，挖咗个池咧，劈晒啲咸菜啊叶，咁啊。我个阿叔啊，连冲凉都悭翻啦，系嘛？唉，有咁多咁嘅酸醋帮去洗身嘅，冇得顶。好啦，唉，顶唔顺个核突。多谢收睇，欢迎订阅。